江头公园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浪漫哥。大家好，哎，好久没有更新视频了啊，现在呢更新视频了啊。为什么叫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浪漫哥呢？嗨，因为我发现这个词儿也是不错的，对不对？本来就是一本正经嘛，然后胡说八道嘛，对不对？好玩就好，是吧？我的频道是快乐的频道，当然了，老是搞那么认认真真的也无聊嘛。所以说呢，喜欢跟我一起玩耍的朋友的话，哎，订阅我的频道啊，哎，喜欢就好，啊，快乐就好。人生苦短呐，哎，快乐为主啊，好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软件呢，是我目前知道的是最好的啊那种啊截屏加设计那个软件嘛哈。哦，是我一个朋友分享给我的，我觉得太棒了，我不分享给朋友们感觉太对不起我心爱的朋友们了。嗯，那么现在我们就上机吧。 OK，不正经的解说开始喽！啊，现在开始，我们来感觉一下这个软件的味道吧。哎，首先我们按 F1 看看，看到没有？出现这么一个光标，然后把它拉住。哎，这时候在下面有弹出这么一个很多的好东西啊，箭头。然后我当时需要主要的给人家说，哎，这个是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哦，这个箭头到这个位置了。然后我要画出一个画笔啊，我画出一个小人，哎哎哎，哎，就这个小人就出来了。那还有什么功能呢？记号笔之类的还可以打字啊，对，打字都可以啊，打字哦。可以调一下这个字的颜色，把它调这个地方有一个白色的字啊，把它调成白色。不要啊，我哎，我是帅哥。哼，对吧？我是帅哥，十年前的帅哥。可以往上面一拉，可以放任何地方，对吧？包括这个箭头，这个是字嘛？哎，那我可以取消。那我们可以用橡皮笔把它擦掉。啊，那上次一个字给它取消都可以，看到没有？这是退出截屏，贴到屏幕上都可以。啊，我们现在这个呢，这个软件的功能呢，大概也就是这么一个东西。然后你可以把它保存到屏幕上面和保存文件，保存啊，保存文件，这个 GP 文件，然后保存啊，
这个就出来了，然后双击一，看到没有？哎，它就出来了。到时候我们还可以把它保存到画本上面来。鼠标左键双击两下，然后画本粘贴，它就到这边来了啊。或者还有一个方式，就是摁 F3 键，看到没有？哎，这个就已经复制到屏幕上面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复制到屏幕上面来了，哎，可以销毁 F3，可以贴到任何地方，屏幕的任何地方，可以给你一种，对吧？哎，按右键销毁，先截图。它还有这么功能，这是圈圈，这是方块，圈圈。这颜色可以调各种颜色，这功能强大吧？哎，这有曲线啊，这个功能很好，这是我见到的最好的一个软件啊，可以复制到粘贴板。其实双击两下跟那个都是一样的复制了，这是我目前感觉最好的一个截图软件。真的太漂亮了。那现在这个软件的那个下载地址在哪里呢？哎，我给大家告诉大家在哪里下载啊，什么软件，开始吧。刚才嘛想把那个网站嘛提供给各位，后来刚才看了一下那个网站呢，现在打不开了。那打不开了还好我之前有保存啊，这个很好的软件那么没了就太可惜了啊。那我现在给大家这个有三个文件啊，这个是32位的啊，这个是 Win32位的，这是 Win64位的，这个是 Max 苹果的电脑的啊，这是三个啊，三文件。然后呢，每个三个文件的那个我解压完了以后，解压密码会在视频的后方会显示出来的啊。这个是我安装完了，安装完了以后，它这个是这个软件，图标双击两下，然后在这个右方下角。你双击两下以后，在右方的这个小下角这边就会弹出这么一个小图标，右键这边有贴图啊，这些东西你们自己去研究一下就可以了哈。哎，好东西啊，真的很好的东西啊，这个是我看到那个截图软件当中最好的。密码就在这边啊，这个密码区你自己看一下，这是解压密码啊。这个软件你们拿到的话就收藏一下，因为我今天打那个网站打不开，可能他已经关闭了这个网站了，所以说安全为主吧，你们收藏一下，可能就是绝版了啊。好东西提供给各位啊，珍惜啊。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，喜欢我的朋友们请订阅我的频道，一起玩耍，再见，拜拜。